师傅，朴大师失礼了。我听说您参加过全美的空手道大赛，被尊为是跆拳道的天才。但据我所知，您还无法和劳力士抗衡。如果您想战胜劳力士，咱们两个人必须相互交流切磋才行。你是何人？李小龙，李小龙，没错，李小龙 ，Bruce Lee。 你是不是被空手道大师艾迪·帕克打得吐血的那个李小龙？没错，正是本人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切磋交流？你现在小看我？我理解，你是鼎鼎大名的跆拳道天才。我李小龙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。可是，我跟你说，要是你跟我过招，不用三个回合，我就会让你躺在地上。 师傅，让我来教训教训他。师傅，让我来教训教训他。我让你躺在我的衣服上面。